Hello， 大家早安，今天是礼拜五。那我们今天下班的时候要去庆祝阿公生日，那个阿公不是我阿公，所以下班你们就知道是谁了。下班了，我们要去树林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就在前面。现在是6:40，那我们先去看我们位置，因为是约7:30。多少量？8个。八个，我还是量。但7:30才会来。7:30。可以啊。啊，你请到谁呀？外面嘛。好。好。来介绍第二名。嗨。你要叫什么名字，阿公？随便。第三名，现在已经7:37了。我弟跟我讲8点。阿贤，我们看谁是最后一名。建良帅哥。哇，江梦修，你带夹娃娃来哦。哇哇哇哇！现场开个精彩。这什么礼物哦？哇，好酷哦！是迷你的夹娃娃机耶。请问一下，谢谢江梦修。小苹果。好乖哦，它是活的螃蟹哦，活的，这里都是活的。真的，刚刚是右边比较烫吧？这个下面有碳。阿公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就谢谢大家来，对啊，就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快乐，这样。好，那个最重要的愿望就留给你自己的心里了。去年我们来吃的时候，这只猫也在。喵。吃到大王，阿公约几点？7:30、8点。来，10点了。10点。7点多才下。是居民对不对？汤米啦，真是够够多。哎，感谢大家。我觉得尽在不言中，我真的千里迢迢，然后2个小时过来，然后加速淡水。现在都几点了？我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吃了杯盘狼藉。对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就是你不会坐公车要问。可以坐火车来。盲抽来，自己随便抽，来随便拿一个。越大越好玩哦！哦，抽到什么？喇叭一个，你拿大的，最大的。啊，最大。哎，还有这个，哇，音响喇叭。好棒哦！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喇叭啊！喇叭。什么？好，恭喜喇叭一个。喇叭又可以手电筒。哎，好棒！我要再抽一个吗？啊，对，你还可以再抽一个。哎，这个都是喇叭。对。这也是喇叭，全部都是喇叭哦。这个还可以飞哦。好啊，我要飞的，飞的只有一个，对。录影可以用。这还可以当那个鼓啊。老板刚刚没人要。鼓哦，你这有看天蚕角。请问我们刚刚盲抽的意义在哪里？先直接这样换。好，我现在坐在路边做结尾哦，因为只有这边有路灯，有没有？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这个环境就是比较暗，现在比较暗。那今天也吃得很开心哦，然后也跟很久没见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没出来玩。然后刚刚那一群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认识了20几年，是高中同学，对，然后很有趣，然后也很好玩的一群朋友。那刚刚也拿到礼物，明明不是我生日，对，拿到这个蓝牙音响，那这个蛮有趣的哦，它如果开机的话会变这样，蛮酷的哦。这样子会发光，
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哦，还有声音。对，因为它是蓝牙音响，蓝牙喇叭。感谢我的好朋友香梦修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哦。那我们也用 GoPro 10，实际的拍了一整天，然后收音也是直接用 GoPro 10，没有在外接麦克风。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。喜欢的话也欢迎订阅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